骑呢烂苏左发牌 ，What the style 真失败啊！喂，翻到唔该跟阿杰啦。好明显逼住呢一关，逼唔逼啊？睇唔睇到个逼啊？难得 book 到正总个场，自家制 live 等到颈都长，煎个蟹都要落场，唔通亚视真系嫌命长？信报无信，命报不明，苹果烂咗，两个早晨，太阳都落山咯，早唞先啱咯。同场仲有呢位仁兄，唔怕咯。我支持噶，唔需要有过分嘅竞争，唔系等于我支持亚视，即多一个都叫过分竞争系嘛？如果 N 加一系多 ，N 加一都系多嘅。阿周，阿周啊，声称有四百人，但系其实好多唔系香港人。我听不懂粤语。在网上看到边度边个网页咁样睇到今日九号节目？你乜嘢？你问前面啲同事啊？唔系十问九唔应，就系、是、员工被迫响应。你啲同事多唔多嚟噶？都多，几多部门啊？大概我谂呢度成班都系啊。系边个部门噶？你哋系综艺节目方。学者议员引用外国事例，八新牌费事两台越做越似烂泥。总之亚视用直播大龙凤左发牌，好可能违反广播条例啊！香港是啊，这个开创历史的闹剧，因为亚视你是用自己揸住免费电视那个牌在度现场直播，然后就是播自己的、政治广告，红色的信息。前亚洲啊，见称今次集会搞所谓亚洲会，但我哋啊查到六月先至注册嘅呢个会，登记地址系亚洲大埔厂房，三位董事亦都系自己有，不过好在仲眼睛雪亮嘅网友。黄精彩事啊！青山开放日啊！亚视精神非常低能。